哎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有很多朋友这两天留言问龙哥，你在日本听不懂日语又不会说，那你怎么办？怎么去交流？那很简单，龙哥有这个宝贝在手，日本最先进的它的语法标准啊，那个翻译准确率达到99%，所以不用害怕，我可以用这个拿在手上跟人交流啊。这有78种语言，所以一机在手，走遍世界，所以不用担心哦，很牛逼哦。还有监听功能，你说什么，他都会告诉你。